要讲的题目说回收能量，要怎么样回收能量？我们的能量耗损在哪里？咱个人的能量耗损在哪里？有人举手讲会对的，我跟你讲，你是我的老师。什么会上消耗咱的能量？啊？我害家己要起价，你敢知？我害家己要起动啊！你错，错。最能消耗能量的是什么？情绪。发脾气跟情绪有不一样的情绪，咱的情绪若无控管就好，唔若敢若事业会崩盘，家庭嘛会崩盘。这个情绪若控制无好，一支烦恼火就听我烧死几下啦，那就是情绪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情绪要管控好。为什么要回收能量？咱人的能量是拢伫咧日常生活，就你讲看手机还算小化代志，但是做工课超出着咱的认力的范围，咱就变成讲是一种付出啊，透支啊，透支太付出了，你的身体会怎样？当然会不好，这就是咱无法度回收能量的原因。咱无法度把咱家己，伫个一天的当中有分做三个阶段，三八偌济，24点钟嘛。那有8小时在做工作，8小时在睡觉，另外那个8小时是乎你利用空间去穿插你的。身体负荷有没有超过？哪有超过？你有利用那个8点钟，还有一个8点钟的空档，你自己要去回收回来，不能把我们的能量消耗得太多。你把能量消耗太多，第一个人容易衰老，第二个容易生病，第三个容易情绪发飙。是安怎讲？我做甲足迫切的，我做甲尽力讲，但是我回来庆功第一日就碰上了。你的庆功若伫无伫外口弹，因为你弹伫外口吼，会无人闲嘛，所以庆功那么提转来厝弹。这个弹到迄个第一个中枪的，就是跟他睡在一起的那一个。这就是在讲情绪没有控管好，你的能量你没办法收回来。那你要收回来要怎样？学习乐观，学习意识，不要一直逼迫自己，要先给自己一点点空间，一点点空间，让你的幸福找回来，让你的能量收回来，让你的外表青春也可以收回来，你有同意无？一个人若有法度安尼放宽身心灵，你必须能量很充足。咱即马来讲正题，一个人懂得回收能量，才能全神。不管多大的年纪，一定要不断改变，向上精进，才是正确的路。现阶段我的改变是回收我的能量，树立边界，远离一切吸取我能量的人事物。懂得回收能量，才能全神。全神则是无所不为，无所不为是为咱家己的能量树立边界，人与人之间，事与事之类的，就是啥？一个人。你若甲人足协调，甲每一个人拢总好，
张导一个师兄问我讲：“梅桑老师，我来你家算第二遍，我要问你，为什么我看到你，你拢是笑眯眯的？”我讲：“我笑眯眯是安怎？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。我的笑眯眯，就是因为我已经把我们的师兄师姐当作是一家人。”他是年轻的年轻人，我不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。如果那个年轻的那个小姐回来，我也把他当作说好像我的女儿回娘家了。我用这种心态去对待咱的众生，用这种心态，那个阿婆九十几岁来，我嘛是同款讲，来阿婆行阿婆行，我就甲牵竿嘛，一竿一竿头头甲牵去。我甲叫阿娘，伊讲：“哎呦，你太敢叫我阿娘！”我讲：“我都无阿娘好叫，你叫我叫一下是安怎？”就是因为我无阿娘，所以看到你才坐会德高望重的老菩萨，我当然叫你阿娘啊！哦，你现在就是，我现在看到你就是我阿娘。我是用这个大家庭的方式，虽然我直接做主持，但是我有一个外号叫做。中午母煞煞的母，我是中午母煞煞的母，中午又兼母煞煞的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什么都做，我什么都做，我无什么架子啊，我什么都做。我早上起来，冰箱去开开看看看看，哎，来去菜市啊买菜，来做菜买。所以因呐看到我，就讲中午来，我讲嘿，中午。菩萨财富的情况，我们做事情就是要怎样，把这个慈天当作是家。你们心有进来了，两只脚行入来，心嘛爱对入来。两只脚若行入来，心在外口，安尼你听无我咧讲啥？你的意念绝对无法度好，找回迄个假的温暖。回家是不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？因为母娘袂讲话，圣庙嘛袂讲话，圣庙要讲话，我代表来讲，我用嘴来讲，所以我会把你当作是一家人。我从来不会把你们当作是信众，也不会把你当作是外人，我不会用这种心态。所以现在要讲回收能量。是要用什么？不是叫你全神贯注无所不为，不是安尼，一点点小美角都有法度你回收能量，一点点啊美角，伊都有法度给你回收能量。为什么？人想法有法度让咱家己放松的，这个第一项，第二项，唔通缩紧自己，也不要压迫自己，也不要压榨自己的健康。你压榨你自己的健康，就是二十四小时没有平衡的休息，你的能量就造出来了。过几项，咱爱注意的就是讲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你要把他的什么叫做界限？有的人讲我跟你分得足清楚，其实兄弟姊妹拢免分。咱要爱是要爱啥？要爱团结，才有力量。咱要爱是要爱啥？咱要爱是要爱和谐。你没有和谐，哪来的力量？啊，要和谐才有力量。所以我们的度要怎样？要宽大，不等爱宽阔，不等若宽阔，你就无冤仇人；不等若足宽阔的人，足会当包容人的人，你就无敌人，也没有看不起你的人，也没有人看到你会躲你闪你，没有那种人。大家来都拢有这种，有这种吼。亲和力啊，安尼你才有法度收回你的能量。人类的本质，它顶管的能量是啥？是博弈的。咱今麦咧讲吼，本质上的能量像博弈安尼哦，能量大的人占上风啊，哦，但是伊有掏空嘛，伊有主动权，但是能量小的人容易受制于别人。任何人事物的情况出现了，你可能在你的心中会怎样？你也分类，遇到的事情先问自己啊，是自己想要的，是你家己要爱的，哦，介意的，
如果是无论困难还是勇气，咱拢勇敢去面对，用心去对待，认真处理。如果不是我卡一声关掉，不看不听不闻，不问不理，不上心，当你会用这样的能量法则的时候，你在工作的生活当中，一切事情都会逐渐的改变，啊，变成什么？会较顺啦，现在会较顺，因为咱甲代志的用心对待，认真去甲处理，咱有法度去关掉什么？关掉一些杂音，什么杂音？人家在背后讲你怎样啊，指指点点啊，说你很迷信啊，说你怎样啊，遐你拢爱甲咔嚓关掉，无听到就好了了。无听到会刺激你的心情啦，有听到就会刺激你的心情，无听就无代志，所以要把周围的杂音杂念全部把它咔嚓关掉，用正心正能量去接收你的量场，安尼你不管是身体拢会足勇敢，第一人你无遐杂念啊，无遐所有的生气的元素，啊无迄个因为你被人家怎样了。哦，你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气在这里，还没有消耗，现在你拢在消耗你的能量。我想起你一天，我的能量消耗一天；我想起你一个月，我的能量就消耗一个月；我若想起你一年，我的能量就消耗一年啊！为什么？这是看无的啊！我们现在讲的已经讲到什么程度？已经讲到量子力学啊！现在已经讲到量子啊，既然讲到量子氛围，那个量子力学它是在跟你讲什么？就是人的氛围要大一点，想法要宽一点，安尼你才有法度保全着你家己每一天快乐的心境，每一天你就安尼，逐天你拢会开始啊会唱歌，你脑袋保持逐天爬起来拢是足快乐的，足 open 的。会考试啊，会唱歌，你看到别人都是热乎乎的，人家看到你也是热乎乎的，一定，那是一种对待关系。真正的量子力学是要这样跟你讲什么？宇宙同频，我们人类已经快要被什么？咱已经会去哦，你会去跟前生啊比吼，咱会感觉不如前生，你会去前生啊多哟。恁家若饲一只有无？泡面啊，盖锅水的，哦，你咧拜神，伊嘛拜神；伊咧念佛，伊嘛甲人熬念。迄个时阵吼，啊，过来，你会甲出来洗身躯无？会，你会甲出来修指甲无？嘛会啊，甲洗甲啊香喷喷，要食阁食上好。到尾你会想讲，哼，人不足一只精细，你会看无？会，看咱人较不足一只精细，为啥物？你还阁甲洗身躯的？人即马吼，迄狗仔走去用喂浴啊，佮家己还用脚去背迄个水桶，佮背哦，安尼，伊才有跳落安尼，爱背到迄个水有流落，伊才有跳落。安尼即马量子力学就是连动物都跟随着人类在学习啊，人类有什么动作，它就有什么动作，人类用什么样的方式。他要取悦你，要让你高兴，对我好。狗会生奶无？猫会生奶无？各种宠物拢会生奶。这就是咱即马咧讲的，在量子隧穿的时候，跟量子力学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类已经矮一截了。咱人类啊呐。容易惹性地，容易生气，容易掠狂，容易安怎？容易放杀咱家己？为虾米？足侪人为着一个恋爱尔，搁挂妹啊！啊，为着一个安怎来讲跳落啊？咱人类不堪一击啊！遇到一点点挫折，他就想死了啦！啊，也不会想他父母有多辛苦，把你养到这么大。伊就甲搏者，就甲跳落啊！啊，人爱精神，人伊嘛也够有义气了。哎、欸，迄个主人啊，去外口因做甲去要分尔，
人我那个会蹦蹦蹦，我倒转来找人，较紧来过去救因主人。精神就法度做到安尼，精神就有力气啊。伊含迄个主人去挂吊绳，迄吊绳挂挂，怎啊拍在遐？喊喊喊喊喊，伊就爬起来，爬起来伊就较紧来弄灯，弄灯枕头，喊喊喊喊喊，咱就知影讲这有代志啊，较紧来救伊。安尼救迄个主人救会着。这个叫做量子力学，现在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人类穿越到已经在太空时代的时候，现在是什么样的时代？不单太空时代，是网络的时代，也是科技的时代。但是咱这所谓心灵，伊嘛对咱在进步啊，嘛对咱在变啊，所以我们人类袂使变输赢啦。人因要予人学落会着咧，咱人类还阁会用拍车啊，精神是完全拢袂用拍车啊，因为因中就是中，他会取悦你，但是他不会有瑕疵，他的瑕疵除非啦，哦，讲破病啦，啊阿摆予咱伤心安尼尔，其实饲咱的动物也好啦，咱迄个心比疼咱的囝阁较疼，因为伊袂甲咱攻击。伊袂予咱生气，伊只会取悦我们而已。你甲看伊就来，你叫伊去睏就去睏，我爱乖乖。即摆咱要讲到遮，讲变啥物？重新要分配能量吼，关注你想要的东西。先来讲，咱即摆要重新分配能量，也要关注你想要的东西。你爱啥物？敢无讲？是爱钱啊！Money， 你也无讲一句看歹听，你也无食啊多，啊你也无在。另一天呢，你也讲遐钞票拢摕来，甲当作金纸烧哦。你若无干交，我输你啦。恁祖妈强到要死，你敢用来摕来做金纸烧？无可能啊！哎呀，你敢有在？嘛无早去啊。所以后壁重点就是在讲啥？就在讲你要关注你要的东西是什么。我要关注我要的东西是什么？灵魂的超越啊！灵魂的超越。我即马中要插一项，甲你讲就是讲，即马有真济灵是外灵，但是它有一点小神通，它又附在你身上。迄种诶叫做，毋是真正诶神通哦，是鬼通。伊会当甲你讲，但是伊无在甲你心算。因为伊无身价，玉帝无咧讲，伊干那会当甲你讲啊，这安怎，这安怎，这安怎？但是迄个安怎后壁无在甲伊收尾，除了讲有领玉旨的正神，领玉旨的正神所开办的科，伊只后壁我都是把你要做的后面的一些要收尾的，伊才有在甲伊收尾。啊，你若用这个一般的咱的鬼通，伊会互你知影啥物代志，但是伊无在甲伊收煞。我们要知道分配能量，正能量是来自于神，来自神的正能量。啊，若是讲咱赋予外面的，伫外靠赋予咱的身体，伊是会予咱知影代志，但是无法度甲咱办到圆满。啊，咱袂使讲，因为咱有通啊，迄个通阁毋是正港的通，毋是新界的通，会甲你耽误无？会。办久，你就爱去担着。为虾米？因为你即摆甲讲讲的办办的，拢总甲破咧。问题后壁拢无收尾，后壁无收尾，迄官送收，换伊爱收啊。所以说，鬼是可以跟我们同类来修行，但是袂使因为伊互你通，你就甲当作安尼，我真正通啊，我就免阁静坐啊，我就免阁进步啊，我就免晋升啊，拢毋免，因为我有伊。依附他来通我，我就可以办了。但是办到尾啊，规打拢伊打，打到尾也打袂赢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咱爱注意的所在。收回还是回收都好。王阳明先生说：“你未看此花的时候，这个花感官很寂寞。这朵花有人甲欣赏。”迄朵花，你甲欣赏，伊有感觉哦。花有生命无？你甲欣赏，伊特别安尼，特别开甲足鲜艳的，互你看。
哦，王阳明公这不是无道理哦。你欣赏一枝花、一枝草，那个花跟草都要表现给你看。你看我的，哦，伊就是要甲咱讲啥？你甲咱讲，你无看花的时阵，花甲你同款，同归于。你有看花的时候，此花的颜色，吼、哦，一时也感觉啊，你来欣赏我了，我明白了，我被欣赏了。所以万事万物皆因你的关注而显现出来，出来什么？有，伊感觉讲有人来欣赏我，我感觉有我的存在迄个有。今天人家很欣赏你，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存在是对社会、国家、对家庭有用的？你有迄种感觉无？你有感觉讲，我被肯定，这个家庭，我派这个家业，但是我是被肯定的。花你甲欣赏，伊嘛被肯定，伊感觉有人搞欣赏，我就是花。所以这个有。你有关注它就有，如果你不去关注，本身是沉积的，无处用，无穷妙。谁来讲？这个无你这个，本身是沉积，但是去无，是用无穷无穷的妙去关注你的梦想，它迟早会呈现压根不关注你的不想要的东西，嘛是意味的消息。现在跟我消失匿踪，因为全神者则无所不为啊。当你是一个专心贯注的人，你是无所不为。为啥无所不为？因为他听懂道理，他也参透了所有一切法则。什么法则？咱常咧讲道是上悬的境界，但是道爱有人无？今日我才讲尔，昨才讲尔，吼、哦，天大，地大，过来先来讲，人上大，人地大，原因是什么？人要长天，要立地，有天的存在，就是因为有人崇拜天，才有道法自然，才能够演化。道法自然是咱人。道法是由人对这个儒道学开始去个演化，所以讲天大地大人义大，人三才之一，咱就是袂使做一个吼足闹鬼的人。既然是三才之一，咱都大家拢会当去哩，会当升仙，会当去西方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咱袂当？咱会当。会当就是啥？会当就是咧讲，原来又回到这里了。回收能量，你的能量袂使因为你的一项失格差，就失去了你要回家的那一条路，你就断掉了。迄、那个失格差是啥？咱人的自毁前程。什么叫做自毁前程？也会自毁自己的家庭，因为我多一口气，我是查甫囝，我多一口气，多一口气。就是情绪发泄到极点，那个家庭就破裂了。因为我多一口气，女人为什么也要赌一口气？伊个阿爸会讲安怎？谁怕谁？乌龟怕铁锤，切切切切切，阿要切落来切啊，对无？你也当趁钱，我嘛会趁钱啊。你有一台车，我嘛有一台车啊，对无？安尼，迄个崩起，迄个会收山无？未收山。啊，你想要回家哦？难。为什么？你自己的家都破了啦，那天上的家，你回得去吗？回不去。回收能量最圆满的，这是什么？看清自己的真面目，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。什么叫做以道合真？什么叫做以道合真？既然要以道合真，你的真要拿出来，让自己审视一下，让自己顿悟一下，我的真放在哪里？放在真心真意去对待人，我的真是真诚的奉献在这个人世间，我的真是真诚的跟我们的天
所有给我们的盖物，所有给我们的吃的，人我都没违背，你才说以道合真。啊，如果我们没资格说以道合真，都是多大多尊贵。人呢，依附在道，但是道要依附人，因为都没人不恨啊。道没有人可以选道吗？不可以啊。所以说都有人才会恨，都没人不能恨道。所以这个道是要有人去把它撑开了，把它做了，你才真正的道法跟你的原生合在一起。现在写后面这个你迟早会呈现嘛，压根不想去关注，也不想去想其他的东西，就是已经怎样，那个有，本来那个有就是拥有嘛，本来那个有就是我拥有，我要拥有什么？我要拥有权利名誉，我要拥有幸福，我要拥有我的自己的内底所该，我的人总是要有一个啥，要有一个目标。我想要拥有叫做有，那个拥有就是一种目标。你达到一个目标的那个拥有，到尾安怎？好业人好业到拥有那个有的时候，到后来它会变成怎样？有，想来也已经感受有啊。原来我这世人的打拼是为着这个有，所以我来打拼。但是我打拼到规个财产满世界的时阵，等到我老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我就头壳会清醒顿悟。原来我的打拼，这世人是为着无，迄个有我放掉的。无是啥？无所什么？无所牵挂，无所牵挂，无所挂碍，无所执着。因为这我拢炸袂转的物件嘛，我著食到一口肥为止，啥物我拢炸袂转，所以它有就会到一个程度，它就会变成无。啊，迄个无无无所得的无，伊就是等于他放下了，他会把全部的财产。像那美国有一个足出名的，伊拢总把钱拢捐出来，啊，佫要一个影星，影星什么名？对，周润发坐高，伊毋是坐高铁哦，伊是坐迄个啥区间车啊。出来外口，你食啥？食路边摊。所有的钱60亿啊，都捐了啥？捐了净空法师、净空学院。60亿一摆总甲捐出去，捐了净空学院。周润发的油是在他影视，在他电影很穷的时阵，伊拥有伊的名声，拥有伊的财，拥有伊的权力名声。等到伊50几岁了后，开始要退出影坛的时阵，油就变无了，他就变一个普通的人，出门嘛穿啊足普通的，食食路边摊，坐坐啥，坐就坐一种区间车安尼尔。为什么伊会甲有，甲变甲变无？伊阁有法度生活伫个甲咱平常人同款。伊是电影明星，是这么出名，他都能够把油，把它化到无那种爱，伊甲爱灌出去啊。这个人就了无牵挂，伊的天甲伊的心是平阔，有道理无？无，我问你啦，叫你讲赚60亿，全部拢甲捐出去，落地啊换六老无偌济咧生活，你讲会感觉安那？你有迄个有像伊遮飘撇无？有像伊遮大的爱心无？60亿怎啊甲捐出去？有甲无的差别伫遮尔。有的时阵你足摇摆足轻盈，但是有的时阵无人甲你怀念，只知道赞叹你熬赚，你真熬赚钱，你电影拍到真成功，迄个是一个暂时的有，予咱世间人甲伊赞叹。但是迄个无，会不会永远留存在人间？会。迄个无颠倒有法度永世留存。但是净空法师的净空的学院内底，就甲写伫遐，捐60亿伫遐，一世一世伫咧传，一世一世传，除了讲这个地球怎啊落来啦，啊，若无周润发的名，绝对拢伫遐。啊，咱冒遐钱，若无去甲捐出去，谁认识你啊？有啦，
丰都地界点名，哎，点名，你来啊吼，你来了，你莫偌济来啊，都无默契啊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回收能量是什么？是你有付出去赚很多钱，但是你要回收永远的，没有人会把你忘掉的，就是大功德，就是有变无这段，有变无这段，这段才是咱人要收的啦，这段才是咱人要背起哩，要背干的，是咱人要背干的。你若无啥物功德好做啦，我们的路走得越走越狭窄，没有办法像我们可以拿出来讲的。哦，今麦要讲啊，就是讲全神者则无所不为啊。当一个人把所有的精气神都内敛，在一心专心贯注，你就当达到一个全新的超然境界，如被外界一些东西，哦，咱外界的东西给你分心呀，咱的生活给你分心啊，琐碎也给你分心了，牵绊了。你越有这些牵绊，你的能量就会越被消毒。所以咱常讲吼，能量越笨拙，会越难成事。放空自己，全神贯注，能量越轻盈，越会成就好事。让自己进入全神是一个修行的过程，能够随意又轻松的进入全神，哦，那个心境是无简单的啦吼，则无所不为啊，做什么事都可以游刃有余啊，所以说遇到困难也能迎刃而化解，不再有人事物能困住你，皆因为你的全神专精神统一啊，你就无名利关系啊，专精神合体啊，你就是跟宇宙同频啊，你的心量跟宇宙遐尼大。你的心量我都做到像宇宙这么大，牺牲奉献，为这个啥？为这个社会做淡薄榜样。伊今仔日做这嘛是等于对这影歌星做榜样，对这高趁钱的做榜样。他愿意用他的全部去换取别人也能够跟他一样。伊讲，伊个钱是为大家服务的。伊讲的有理啊。我要去遐看电影，我要去看电影，我就爱买票嘛。伊讲，伊个钱是为每一个人去甲捧场，去甲买票，伊个钱是安尼赚来，所以伊嘛要分予众生。哦，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啊，咱即卖咧讲后壁，佛陀他教了一个我们认为说他是很笨的人。佛陀两个技术啦，有一个好业人，足好业。伊讲我才好业，我阁活无偌久。啊，人讲佛陀吼是一个足好，吼会当带动咱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就把遐财产拢分分的，拢甲分落个内底，查某囝奴才全部拢甲分分的，拢甲遣散，把我款的，就走来佛陀的这个吼修行的所在。佛陀讲，伊要来遮修行。佛陀讲，你是冤家，你敢放下落？伊讲会，我已经全部放下。伊讲安尼好，我就叫500个罗汉来甲你教。结果，入去差不多无外久，佛陀就接到信息啊，佛陀会通嘛。这个冤家无法度，因为内底500个罗汉甲讲108条的戒律。甲讲108条的戒律，讲伊逐条拢爱守，若无守戒律，爱离开这个道场，你袂当就是遮。所以108条的戒律拢爱背起来。食到60几岁啊，才去投入这个佛陀的行列。他拿来背108的戒律，所以就讲安尼，我都无适合在遮修行，我就包包款款的，我就行出来到外口。佛陀已经在树仔下等了。伊甲佛陀回信嘞，讲吼真歹势，我即马爱离开啊，我要当来做庄稼人。吼，因为我108戒律，我记袂掉，记袂掉，内底拢甲我笑，所以讲吼，我也是当来做平凡人。
佛陀甲讲一句话，伊讲戒律免用背咧。伊讲108戒律，因叫你背，我甲伊讲你免背。伊讲啊，戒律免背，啊，我若违反戒律咧。伊讲你伫即内底共同的生活，你看他们怎么做，你就跟着做。他们不犯戒，你就不犯戒嘛，有道理无？你记108要创啥？就是因为无再来记108，所以想要转去啊。啊，大底面遐讲你无再记108的戒律，你就无资格要修行，所以叫伊就爱回反向嘛，叫伊搁转去。佛陀甲讲的上简单的一句话，你伫迄内底所有的500罗汉伫遐修行，因就是已经拢练就啥108的戒律啦。你对因做，因若无犯戒，你就无犯戒嘛。啊，你都对因做，伊都无犯戒，你都无犯戒啊。是安怎？你爱背108？无戒之戒为之戒啊！你跟着人家做就好嘛。安尼人佛陀搁甲度，伊讲安尼我知啊，咱搁转去啊。人伊嘛是同款成阿罗汉果啊。我们为什么要去背？了解不是叫你背，即马翻。翻套就是，是嘞，即句机，伊嘛是同款，去500+甲教伊练一句机，一个人甲讲一句，一个人甲讲一句，500+机啊，伊都无在了记半条，无在了记啦，啊伊无在了记，人嘛是甲讲啊，啊佛陀啊，啊你拢袂晓看啦，啊要收无嘛收一个较巧气的，收到这个老顿，一句机都假记袂条，是要安怎伫只修行？要怎修行正果？啊，就要甲护出去，一直要甲护出去。到尾后嘛是真正，伊嘛伫遐点袂掉，大家拢总甲排斥、甲隔离、甲隔离，就是不把它当作是咱内底面的修行人，就是大家看到伊拢闪，大家看到伊拢闪，他也孤孤二三中，我那把我关的，都要行出去。佛陀嘛是同款伫外口等，佛陀讲。你要走啊？你说我要离开僧团，我要离开。我是很笨的人，连一句偈语我都记袂住。伊讲几百个人甲你讲偈语，讲啊，都你交代遐，大家一个人拢甲我讲一首偈，一个人拢无我一首偈，我哪记？我都记500，我无代来记啊，每一条我拢无记啊，我都记袂起来。佛陀足讲简单，来记就好。我无叫你学足复杂。不羁，你绝对参袂透。练一次，佛陀对翻透怎么说？守口，色意，身末犯，如是行者，得度是。就是叫你爱修心靠意念，心靠意念。佛陀解讲，因迄500罗汉，大家拢甲你出一句机，叫你爱背。你无在了背，那以我来讲是正常的，吼、哦。但是这几句你若有法度，甲我参透伫即内底，你参透会开，你依然同款会当得阿罗汉果。伊甲我讲修靠涅槃是啥物意思？修靠涅槃就是咧讲心啊，袂使犯杀多疑，口袂使犯妄语两舌恶口之语。意就是袂使犯啥贪嗔痴十种念，即几句，干那要叫伊即十种念，吼、哦，身不要犯杀盗淫，哦，啊，咱的身躯莫去犯杀盗淫，哦，啊，但是口呢，口就是袂使讲妄语两舌之语恶口，这你拢袂使，啊，那意呢？心口意的意，就是你爱贪嗔痴全部断离。你干那把这几句记甲记好掉，这十句心口意，甲我实践，甲我实行。你若有实践实行，你悠然同款会当成阿罗汉果。安尼这几句，伊就是一直死背这几句，一直咧实践这十句。去实践这十句，伊就有法度好处理，甲人同款，跟这些五百罗汉是一样的。
但是这个五百罗汉唔知影讲班特有拄到佛陀戒手铐捏伊，心莫烦，如是行者，极度世。伊唔知影讲佛陀去戒这个奇迹，有缘看班特足无气的，啊看班特无气呢，有一天，迄一个咱的这个吼，迄、那个国家的这个国王，伊在做生日，啊请佛陀去，搁请五百个地主。要给他在咧江东内底，要给他请，就是讲要祝福这个皇帝，迄、那个王啦，王跟王妃的圣寿，啊，请佛陀去，搁请五百个。班特有去无？有。班特去到门口口，就甲查咧，啊，讲你这是佛陀上无路用的地主，对哇？一句话都背袂晓，你哪有资格好入去内底，给我的国王请？无可能，你到外口等。但是佛陀要去的时阵，佛陀的歌就等候班特。伊讲来，这个冬瓜给你。等我要吃饭的时阵，你爱用意念，用你的神通，将这个瓜甲送入来内底，好无？班特讲，佛陀啊，安尼我敢做会到？伊讲会，你同款，照那十句，你所行持的这功德力。你自然，你的心动，你的手自然就会伸出去。结果呢，班特去用到伫城外口哦，伫城外口，佛陀要入去就搬个等候伊，东搬个等候伊。等要食饭的时阵，班特知影讲内底已经吼，你要开宴啊，我要开宴啊。班特就照咱的佛陀的意思，捏伊。把他的神通力就这样直接的用一只手安尼对外口面，啊用一只手就甲嘟伊迄半甲嘟嘟入去甲佛陀才甲接起来。迄、那个国王惊一条，讲迄只手才长啊，为外口面嘟倒入来是啥？是啥物人有这种的神通光大？是安怎佛陀你有这种的神通光大地主？到底是啥？伊才甲讲。伊的名叫做班特，是五百罗汉，伫要甲排除在外，每一个人拢看伊袂起的，连一句偈都无摘掉，背念的，这个人就是班特。伊敢若看到伊安尼伸入为外口面，伸入到内底，迄个盘甲堵入，还佫是倒转来安尼。班特有出名无？比五百罗汉佫较出名，为甚物？他说。为什么容易记在这里的？容易啦，一项物件你若甲记会牢，你记会牢，你的能量场都是收煞伫遐呢。啊，你唔免讲吼，几啊百个甲你教，几啊百支，你记袂牢，佫背袂牢，你当然就分散。啊，你分散，所以就很难。哦，啊，你求难更难。安尼要安怎？只有就是啥？予你四句话尔，予你四句话，你有去达到，你有法度好成就，你就有迄个能力，通去变化，啊，你就有能力成为阿罗汉果。啊，这就是咱所有的佛菩萨在甲咱教的啥，要精，嘿，爱专一，精专一就好，唔是叫你讲哦，一定爱念经念只大波，你念经念只大波，到时现。找无一句你会当用的啦，你无在去啊实践，你无甲实践，你袂当用的物件。等于你念遐听费经，敢若是咧念经歌尔。念经爱实践嘛，啊，不管你学啥，拢爱实践。就敢若人问我讲，办事要安怎办？我讲你来啊。办事嘛爱实践啊，爱看你的主公是安怎领，伊的领旨是啥，要安怎办？绝对毋是用我甲你讲的，我甲你讲的袂通啦。因为你有你家己的技术，你有你家己的你家己所领落来工课，个人不一样的工作，也不一样的，而且所有这职，啊，你要叫我讲，我是要安怎有法度甲你教？所以咧讲，咱学物件就是爱唱。今日我讲的比例，把所有的全神灌注在释迦牟尼佛讲的，迄句偈四句，你有在甲做到？你就成就啊！啊，咱即摆讲所谓能量嘛是同款啊，回收能量嘛同款啊。我今日去
经这条路是对的，这条路是对的，我就无想要再弯啊，我就无想要再走岔路啊，我就直接上达，直接就提升了，用一项专职的，就是你啊，你给他专职，你的特点是什么？你的目标锁定了，你家己要做的工作是照安尼家行，安尼伊会成就无？绝对会。所以说能量为什么会让它荡失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一般的凡夫，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，咱容易予一寡外来的因素去予你影响着你的精神，影响着你的情绪，你会予外来的因素甲人讲的话，吼去甲你刺激着，你嘛会甲你所有有修的遐，讲全部拢荡失回去，全部拢总。去予人，因为一句话就把你所有的遐金光火法精气拢总断了了。为虾米？未瘾修啊啦，修行修到遮艰苦，要创啥？就修到去用洗面啦。哦，啊无就讲咱寒啊加烧金啦，无就讲咱迷信啦，啊无就讲咱安怎啦？遮会影响到恁无？若影响到恁，就是表示人甲咱批评，人甲咱批评，甲咱讲的，毋是甲咱赞叹。不是赞叹咱今日行对路，是一直咧甲咱诱落来，讲咱行唔对路，啊，咱拢足迷信的，拢去台湾往钱啦，啊，无就去一世界跑山啦，无就一世界创啥，啊，厝家庭放放的安怎？遮个拢总是会分散你的能量的话，啊，既然会分散你能量的话，你也家摸心肝想看卖，我一礼拜接来强的强修一届，其他我拢咧顾某，哎，查甫人是顾某嘛。顾某囝，查甫人是顾某囝嘛，查某人是顾翁顾囝嘛。事业我嘛有咧做啊，哦，啊你要甲我批评，啊就任你批评。你要讲我对，讲我非，要讲我是，讲我唔是，我拢接受，但是袂影响我的心情，嘛袂影响我的啥，嘛袂影响我的能量。所以今日伊要讲的重点就是讲，你遇到的困难、挫折，有人打压你。还有是有人框架你，讲一些有的没有的，拢爱切断，也要切啊，切断，要去切断，四周围都要切断，不要有杂讯进来。那无杂讯进来，你听的都是正能量。安尼话，修屋无，绝对修屋会进步无？会，好，安。我会要教恁学的，就是咧教我学这项啥，你知无？教我学这项懒散懒散啊，这项。我懒散是平常时啊，你看我懒散懒散，但是你叫我做的事，我绝对不马虎，也不马虎，也不模糊，我会做得很好。哦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希望讲，咱今日在座的这师兄师姐，今天来听回收能量。要怎么去回收能量？最主要是有你的关键，就是心。这个心是你咧掌控的，别人无在来掌控。心是你家己咧掌控的。你若掌控的好，你这粒心，你袂受别人影响、情绪影响，袂受别人所讲的这言话影响，你就把所有满满满的能量都放在你的全身。你的能量都没有跑掉了，安尼咱身体也会健康，智慧嘛会提升，咱咧修行嘛法度赞赞，把迄个灵界提高。咱讲的就是要讲简单，搁予你明了。今天我讲这样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举手的？刚刚我讲了还无够周至，还有什么你有问号的，想要举手问一下也没关系。有无？啊，若无要问吼，我今日就讲到这。